夏季联赛了，我们的 Turner 取得18分10篮板，是夏季联盟的 MVP。哦，对，才21岁的他，未来真的是无可限量。今天哈维的罚球七罚三中，六罚。好，结果空手而回。好，这阵子暴龙队能够追下来，关键的其实就在凯拉瑞身上。嗯，打得非常的积极，而且加速到他自己本身的进攻的速度。这个球到篮底下出手，有了，打得非常的有把握。渴望了超过35分钟。好，这次切入，这球出手没有进。Wilson 面对 Parsons 外线出手，来一下点击，双方平手。篮底下交给 Howard 在禁区要单挡，哎，彻底毁掉。这球没投进了，哇！你看从外围。Johnson 刚刚那个犯规是 OK， Howard 怎么来运用他？这是火箭队的非常大的麻烦。我跟第四节四。检查的切入有了，趁着这个机会领先。你看他其实得分。跟你说好，交换完灵魂，全场球迷大喊 defense， 暴龙队切入造成了火箭的犯规。哦，运球改变方向，在突然的加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他一个人是在打三个人，背负了54个人犯规。那火箭队现在到目前为止是解决到对方的一个挡拆的配合，还是什么？正在底线，这里被对位上了，Parsons还要出手。篮板球拿到，哇！就双篮板，但球并没有拿好，被抄走，给暴龙队有快攻机会。哦，迪欧森想要犯规，但裁判没给，给了暴龙队的前场对防守方的犯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球，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球运出来了，重新的去找到节奏，可是没有办法。究竟是谁的球呢？那暴龙队总教练的 Dwayne Casey 呢？他是以防守系统著称的教练。那 NBA 每一名教练都有擅长防守，那有的是擅长灵活的调度，那那是有不同的特性。因为第一时间裁判是吹的是暴龙队的球，这是第一时间裁判的球。50.7秒，最后一分钟决胜负。你要怎面对的是 Harden 要单打。没机会，再给出来，交给 Rudy Gay， Rudy Gay 突破，高抛这个球被 Howard 影响到，Howard 补出去之后，另外一边就没人了。嗯，这是协防之后，在现在剩下40秒钟的时候，反倒取得领先的这个接篮板的补篮，帮助暴龙队现在是取得领先。一路落后的暴龙队了，在现在剩下40秒钟的时候呢，87-86，现在反倒是取得1分的超前。哇，今天的休斯顿火箭队在上半场跟甚至在第三节也打了非常好的团队的配合跟小组配合。那到了第四节当中，到目前为止单节只得到15分，那也守不住对方最重要的一个关门的这个第四节呢，其实反而是让对手得到了25分。对。时间剩下最后40秒，由巴金莱先给大卫。检查的切入，这个球抛球没有抛进，但裁判哨音响，不能起身。打得相当的果决啊！哇哦，这个姜神呢，屁股一撅啊，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补防的，一个转身，哇，这个一定是在空中失去的动作。